外國大陸的報紙和香港的很不同，就等我們來繼續聽下李博士的講解。是啊，不知道一國兩制執行前和執行了之後，在法律的操作上面又會有什麼不同呢？其實創意都可以很現實主義的，其實政府都有做過很多的措施的，例如實行無車日、減少膠袋使用量等。中華基督教會慕文書院中三級的黃耀南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叫馬小麗，今年13歲，就讀香港精光中學。多謝你們今天星期六的下午都抽時間做，想學下做主持吧。隻兔仔呢就見到烏龜行得那麼慢的，那我就坐在樹上休息一陣，開始有些回憶記得嗎？記得嗎？這首歌是导演话在学做戏之前要学下怎样摆 pose， 还要学做 model。一、二、三 ，action！ 好，大家打个招呼先。Hello！ 参加呢个日程就可以增进咗我哋主持节目嘅一啲嘅知识。其实有紧，冇紧张，慢慢嚟，可以大声继续。有啲乜嘢嘅優點就放大，你有啲乜嘢嘅缺點就收埋。O K， 有少少出咗界。係啊，出咗界啦！俾人望下先，你係咪出咗界？有時男仔戴眼鏡咧，佢真係轉到另外一個感覺。成功的人背后都有个辛酸的经历。喂喂，节目开始了啦！不过自从经历了右派反对斗争之后，记者和编辑都不敢再写一些负面的报道。其实环保和发展之间有很多矛盾之处，大家一起参与，我相信一定做得到的。普通商业企业已经是这样，何况是慈善机构，本身就是非牟利。我们想送一份教材铺给你啦，咁里面是有教家长一些方法咧，点样可以保障仔女上网的安全嘅。咁譬如关同学。X 等于二。关同学，又是我？点解啲同学仔唔举手嘅？喺讨论区咁讲得唔得咧？好多人会睇你写嘅嘢噶。为了避免学生受到 H1N1 嘅感染，政府就宣布所有幼稚园、小学同部分中学都要停课。
我覺得停課對小學生嚟講係有啲唔公平。我覺得中小學同埋幼稚園停課係應該嘅。佢多才多藝，而且非常熱衷運動。多網上平台互相溝通交流意見，已經成為青年人生活嘅一部分。年輕人咧係真係需要一個平台咧去發表佢哋自己嘅意見。咁亦都係，所以有我哋呢個網上直播室嘅成立。新嘅服務將喺年內陸續推出，同青年人見面。